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。行吗？我分析呀，他就是憋不住了，再者憋住他不能下。哎，大叔，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？下哪儿了？下哪儿？问你呢，下哪儿了？啊，他下哪儿了呢？嗯，他当时他想啊，他说下哪儿呢？就啪，他就溜达。他就边溜达边想，来到了鸡窝面前，他没好意思下，他又溜达，要哪儿呢？来到了鸭架面前，也没好意思下，下哪块呢？我不下不行了，憋不住了，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，下哪啊？哎，最后你说下哪呢？你猜，狗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狗，下狗啊！